早上6:30，哎呦，你是现在这里最有活力的人。早安，晚安，我是 Ricky。今天我收到18天台湾生啤酒，的邀请，太早了。对，就早安，晚安，我是 Ricky。今天我收到18天台湾生啤酒的邀请，要跟互粉一起做18小时新鲜2选1挑战，跟所有不到18天的人隆重的介绍它。18天生啤酒是台湾在地生产，全程0到7度 C 低温直送保鲜的啤酒高手，真的就只能活18天。到了第19天，它直接被摧毁。超级新鲜冠军，活在当下的人生导师，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的18天，我也要拿出相应的诚意来好好的对待它。所以我想到最新鲜的挑战就是直接出国18小时，今天去，明天回来。刚刚有提到这次的挑战要跟互粉一起完成，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投票。第一个选项，未来18小时我该去哪？我好紧张。大家选择留在台湾怎么办？我明天就再睡9小时。真的是除了签证什么都还没有弄。6点多会有人起床投票吗？我爸都还没传早安图给我。来咯，大家真的是很帮忙，马上来买机票。机票这种东西是可以当天买的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要搭什么舱的？我还没有搭过头等舱哦，好紧张哦，就要投出来经济舱。谢谢大家。台北、曼谷，好紧张哦。这个好了，我没坐过新宇，我也没坐过新宇，谁买得到？我今天学到新知识了，机票这种东西是可以出发前4小时买的。与各位分享。那我们现在突然很忙，因为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收。就2天应该还好吧？18小时而已，我有点不确定，18小时需要这个东西吗？后背包就好了吧？要哎。我们就等30秒，现在太早了，现在太早了。还是要哎。行李箱是要装什么？曼谷的空气。趁现在喝一杯好了，要不要吓掉？谢谢爸爸。不要吓掉！这里心里剑芒了，现在要拖地板。我们自己做了衣服。台湾秘鲁，出国就是要抱着。18天狂粉。我是他的第19天，出国前会得什么东西都再看3遍的病。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曼谷。你要玩几天？明天就回来了。出差哦。对，18小时而已。大哥，拜拜。我爱18天。下面还有印这个。香木村走到了，好紧张。爸爸要准备什么？先准备好，不然这样显得很怂。我有点紧张，怎么办？少爷，你来牵我。第一集。自己在贵宾室了，第一次来，正在上网 Google 餐点该怎么拿。这里有没有贵选？饮料可以选择。我们的好朋友。冰室早餐还是选粥，因为小蛋糕可以吃耶。他刚刚说分量很小，他没有在开玩笑。真的。我们的早餐。我原本以为贵宾室会有人帮你按摩或者做美甲之类的。这是海底捞。真的完美的没有芹菜，谢谢。香酥咸粥哎，匈牙利好喝吗？番茄稳重。里面是有乳酪的，巧克力乳酪面包。把这边当吃到饱再拍。这个牛肉汤是真的很好喝哎，而且很多牛肉。超多。好好的吃饱。现在要订饭店，真的完全没有准备。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？对，我们真的没有，还没订饭店，还没订。万一我们牛肉街头怎么办？很夸张。饭店要选贵的还是便宜的？哎呦，我们会不会这次倒贴啊？当天订饭店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日期完全不用选，最高价格。看起来很喜欢呢。这是大厅吗？饭店里面有阳台。我妈会羡慕我。蔡妈妈，你的儿子我好好的照顾。接下来帮你添个身子。哇！空巴哇，康尼基哇，口崩卡。我好像去参加国际高峰会那种 G8 会议。这是我第一次搭商务舱。哪里卡？耳机。有够开心。然后有很多可以触碰的地方。哇！枕头、毯子，脚是可以伸长的。爱我本来就很爱，真的可以伸很长。18天抱枕陪我。有毛巾，还有毛巾。去泰国的人很多哎，飞机满满的。那你要什么呢？ OK， cool。 奶木板呢？真的？儿童有游戏？哇！疯狂牙医是什么？听起来超可怕。各位贵宾，早安！导航班全体组员。
基本上是来拍吃到饱的。这是什么？盐巴之类的？不可能是柿子吧？超级冰心宇宙熊有多的白粉粉，真的是很好吃，上面还有烤粉。很好吃耶，感觉就是超级贵的奶油。面包人很好，这面包超人等级耶，有点想把它带回家。冰淇淋店是陈伟家的，这个季节吃得到草莓，那是草莓吗？我今天真的是来吃东西的，谢谢爸爸。草莓的呢？我觉得它可能很酸的，心情吃它的，但没有很酸。好会挑零食，是茶味很重的冰淇淋，我很喜欢，那也不会太甜。商务舱初体验就是好睡哦，睡饱，好像在吃餐厅的饭，你怎么吃不完？食物很好吃，我觉得我牛小白还好，被当宝宝照顾，太纵欲了，我们很享受，反正我们很开心。曼谷的机场计程车非常时尚，直接告诉你59号跟司机的照片在上面。Google 真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发明。什么？形象不能等，台湾自己耶 ？Why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被分到了这台车。我们的饭店要到了。OK。OK。哇，真的是贵饭店哎。现在在名为大厅的皇宫迷路了，请远离彼此，都要用抱枕。谢谢大家投最贵的。还有户外区，黑凤梨。房间里面会不会有狮子啊？还是我们在这边钓新龟婿？啊，这个黄金。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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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哇哇哦！阳台找到了，我们有一个户外阳台，什么耶？好，认真的来介绍我们的饭店给大家。有很多门，这里是厕所、浴缸，还有我们耶魔术方块。哦，身体盐巴哎，发现晚上帮我去角质。我们可以同时洗手。这里也有一个魔术方块，那这个魔术方块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大魔术方块、马桶、洗澡的地方，全部带回家的东西。这种高级的饭店好像都有一个可以放行李的地方，然后让你挂衣服。今天用了好多英文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哇，保险箱！哇，手电筒！哇哇哇哇，拉得出来！我们可以这样看电视。马卡龙，各种颜色的。然后5颗橘子，一些咖啡、茶或是我的地方。OK， 它是不是假书啊？我觉得它是假书哎。真书哎 ，Hotel Map 都是英文。Nice to meet you。热水壶可以买泡面、咖啡机，然后这有什么？大平台。大。哇哦！而且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特别介绍。他刚刚特别介绍这个。我们晚上来开开看啦，我想知道它是什么。哇哦！还有一些零食，感觉这些都是要钱的。哇哦！还有开瓶器跟贵贵的餐具们。通常这时候，旅游型 YouTuber 都会这样拍摄。哎耶！我们有一个小小阳台，哇哇哇，风超大！这就是我们的饭店 room tour， 接下来要开始我们的行程了。我们其实没排什么行程，第一餐要吃餐厅还是麦当劳？嘿，好吃餐厅耶！来泰国必须喝吧，暌违2年，我有点小紧张，它究竟是不是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？是。它的茶味真的很重，手标太奶真的超级好喝，再去买10杯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对。天哪，看看我发现什么，隔壁有鼎泰丰哎。但是我们先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不要看它这样，这个糯米饭真的超级好吃。在饭店比较非常有名是在外面。这家炸鸡真的超级好吃，是我记忆中的味道没错。虽然说它涨价蛮多的，邪恶的差。不沾酱，它是假动作吧？对，
好好哭。干酱油很好哭。你很开心耶，在台湾没有看过你这种表情。这个也是超好吃的，但我会挑葱跟洋葱挑到生气，可以糯米饭。后悔只待18小时了，申请改成180小时挑战，或是18天挑战。来投票，要不要吃鼎泰丰？我好紧张，因为我其实有点想吃。大家接受到我的心意了吗？3、2、1。我是真的很想试试看的。光速喝完泰奶，泰国菜真的好好吃，可是真的好辣。我现在要去调查鼎泰丰了。他很叛逆，他没有双手合十，哎，人家麦当劳都有，菜单好像差不多，哎，我现在开始懂破宝拍台美对决困难的点了。破，对不起，我逼你做那么难的事情，这都一样的东西，到底是要我介绍什么？环境基本上是长得一模一样，招牌也是小笼包，也有鸡汤，还是有一些台湾没有的菜，什么卷的，蒸饺跟小笼包的口味好像就差不多了。他们的芋泥包或者什么包都可以只点一个，这点我觉得非常好。这边还有鸡排炒饭呢，以前我妈不准。我吃鸡排的时候，我都会说好，那我要吃鸡排饭，他就会生气。他说我在玩文字游戏，跟我的大拇指一样大。我现在是鼎泰丰海外经理，严格审视蒜泥白肉中，好像不是蒜泥白肉，哎，它的肉很软，然后也没有蒜泥，蒜泥很。严格审判西瓜汁，好喝，跟台湾夜市差不多，但125有点太贵了。原中鸡汤。一模一样，这就是乡愁吗？已经离开台湾9个小时，明天就要回去了。我在检查折数哦，台湾的好像折的比较漂亮。对啊，他玩歌起出来，他很像跌倒的思康哎，而且等很久。对，等了25分钟，但是超多人在小笼包区。哦，有，很多汁，很多汁。膻味比较重一点，吃起来比较像蒸饺，皮微微的厚。鼎泰丰那样吃下来要756，我觉得有点小贵，太夸张了，不能忍受。马上喝第二杯，看看我找到什么。要不要喝 Coco 呢？肯定要喝。完蛋了，不知道到底是在做什么挑战。大家抱歉，泰国的 Coco 6:30就关门了。他们都没有双手合十。爸爸在偷偷的提醒我们是新鲜挑战。你许什么愿望？丽丽卖得好，达到那个数字的话，我会回来还愿。泰国就连晚上都有点热，不过我有这个扇子，就算喝不到18天，也可以感受到它的清爽跟新鲜。哈哈，我们现在要去按摩，我们失败了，因为它满了。可恶，我们找心得，我们不放弃，勇敢无所惧。我们找到可以按摩的地方了。嗯，可是有点怕被摸脚趾。按摩老师好像被我的年纪吓到，他盯到我26的时候发出了尖叫声。现在时间10:24，决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谁下去拿外送？我们来玩赛车游戏，可以玩赛车游戏。他们看到影片一定会生气，钓鱼标题。给你看我的赛车，我梦想中的速度。哎呦，跑比较短的要下去拿外送。他跑很快，跑得一样快的话，谁撞到相机谁就赢。同时跑哦，同时跑。胜利布布，第二名布布也很努力了。Yes. OK. Thank you. 头崩开。Yes. Yes. 好满的打头猪饭，怎么会那么满？哇，超满。哦，它看起来好酷，感觉很补，它很香哎。对啊。泰国的汤面真的超好吃的。虽然看起来是凶猛野兽，但其实吃起来很清爽。米粉本人。泰国的面真的很好吃，所有饭店的人员都拿着这一罐跟我讲 very good very good， 真的很想知道这是什么。我刚摇它是水呢，你会不会把它摇坏了？不会啦，可是它上面有小熊，我原本是以为它应该打开是一坨小熊软糖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吃吃看，这画面，鲜奶油罐头吗？牛奶罐头吗？我严重怀疑它是牛奶罐头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今天查不出来，我睡不着。我今天绝对找到你是什么，绝对找到你。灭菌牛奶，消毒牛奶，所以它就是牛奶罐头。知道它是牛奶罐头之后，我情不自禁把它喝完了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咬碎的牙膏， fancy fancy， 你要先含在嘴巴，然后咬咬咬，就逐渐会有泡沫，然后就可以刷牙了。酷死了。
大家早安，今日 OOTD 棉裤，蓝天白云袜，十八天的衣服，阳光。今天来试用昨天给大家看的酷东西 ，Take it， 放进嘴巴，我可以快来了。我觉得好惨啊！超强阳光，一大早晒太阳还不错。哦哦哦！大家如果来曼谷，冬天再住阳台的房子。我们现在去吃早餐，但这个饭店太大，像迷宫一样，得到指令跟 RPG 一样。首先，先杀了一个人。不，没有，直走到底，看到水池之后左转，然后再看到什么东西之后，就会有人接应我们去吃早餐。他们是喝进早餐吗？这里有很漂亮的水，是河景餐厅哎，突然精神都来了，真的是还好有起床，都开赏了，而且我们是第一名。早餐一个人两千多是有价值的，面包大概就有100种。松饼区，贵贵的起司们也在这里。分析的生活粉麦片区也是非常漂亮，这也是水果区，很多饮料可以选，还有新鲜椰子可以喝。为什么它光是土质就长得很高级啊？烧麦跟蒸笼，我要去吃现做的面，我看到它有现做的面，蛋白质也是有的。泰国米粉真的超级好吃哦，也很弥漫。我们开始放，我们的泰奶来了，超高级的泰奶哦，哇哇哇，手标比较好喝。不得不说，它真的是漂亮冠军，第二 round。我对于这种面包很无法抵抗哎，然后我一定要配奶油。香肠冠军，它超级多汁的，很好吃哎，他们的香肠。超级乌漆嘛黑汉堡排哦，超级好吃。里面也是超级多汁哎，早餐真的是蛮厉害的。我还拿了猪肉粥，这边粥根本就是老人吃法。哈，哈，在泰国不喝椰子汁感觉会犯法。饭店说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戴口罩好可爱哦。泰国机场真的好多人哦，难怪饭店的人建议我们提早4小时来。合照合照，嗯，19D。哇，哎呦，咦，哎，我不在台湾找你们变朋友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防疫物资，回家的干杯，家乡的味道。喂，说好喝，说麦味重，谢谢你全部帮我讲完。隔离第一天，哎，嘿，哇塞，我超会倒啤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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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面张力，哈，杯子会变色哦，干杯。5分钟前才开的，干嘛？这次的泰国之旅应该是我最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其实我也常常很容易感到迷惘，影片都拍5年了，要怎么带给大家新鲜感，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再拍多久。虽然说这次去泰国是因为18天的工作，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意识到休息好像真的可以走更长远的路。遇到任何困难，好像只要跟18天一样，永远保持一颗追求新鲜的心情，持续对新事物充满好奇，就不会害怕任何挑战，成为勇于迎战的冠军。接下来虽然说我要隔离3天，不过我有18天可以得到6倍的快乐。你要跟大家说嗨吗？哎呦，即日起到10月11号，只要购买罐装330ml的18天台湾生啤酒，撕开罐身贴纸，
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累积一点，累积指定点数就可以抽奖或是兑换十八天专属好礼。那个好礼是限量的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天使保佑，拜拜。哦，对，现在便利商店也买得到十八天哦。